还差一杯，我们只要奶茶，什么都不要。啊，只要奶茶。就不糖，无糖。然后，对，无糖，对。然后重点是他那个奶茶的杯子上有没有，能不能就是纸条或者是便利贴什么的？对。然后想，我们想写个字，写两个字。我们的杯子是纸杯，你们可以在杯子上写。啊，可以在杯子上写什么？那太好了。谢谢谢谢。我们好像没有没有带笔。我来找一找。谢谢你。哇哦，好棒。我们要写不行不行，大大的不行。我写不吧，你就写个不行就行了，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。要怎么写比较醒目一点？要不在杯子横着写，横着写，杯子里写人会中毒，我会中毒。横着写看不出来，横着这样。啊，对，这样这样这样。有点丑，没关系，艺术感，艺术感。可以，不是，那这个也画了。哦，谢谢。哇哦，看起来一定很好喝。哇哦，写什么？写娜娜辛苦了。然后这边写春夏姐欢迎你。那宋佳姐，宋佳姐想你了。来，娜娜的给你写。我写有点太丑了。我帮你描一下，然后在敲门加个感叹号或者什么之类的，笑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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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个笑脸，你帮我描的胖一点，胖一点，可爱一点，没问题。然后我觉得娜娜的要粉色的，要粉色吸管，对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公主嘛，公主要粉色吸管，然后黄色的就是一个是。春夏节的一个是，那个小花节的，然后这个不行的话就给它橙色的吧，比较独特。你画的怎么样？我在尽量救，但你觉得有救回来吗？我觉得蛮好的，蛮有设计感。没事没事，只要看得懂，看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就行。我写成清苦了。你这不要在不要在意这种细节。不要在意这种细节，亲有点亲密的感觉，也挺好的，说实话。别，你别把苦写成。我觉得娜娜跟 S 姐放在一起比较好，有对比，有对比。OK， 对。红茶，小花姐要的是红茶。欢迎是不是？写欢迎。春夏姐，欢迎你。谢谢小花姐，好想你。我觉得想你了，比较简短有力。好，可以想你了。妥协了。想你，青涩幼稚的事情吗？在杯子上写字这种事，好久没做过了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